正的 Number One 要出来了。让我们欢迎 Fabio。这个不对。What the hell？ 这个不对。不要比了，不要比了，不要比了，你先问。第一个啦。第一个，毋庸置疑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们都搞错啊。Move， 你们都搞错啊。Move， 比欧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套？比欧，我昨天打给我姐姐说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芭比，那打给我看，然后又这个跟 Justin 一样的衣服。看了，对，没错，气死我！芭比的 Hawaii style， 不是 Justin， 那是 Hawaii style， 然后就比较正式的。你是正式的 style， 对。我真的觉得那个海滩芭比可以往前了。谁往后？吴子龙，就他来，吴子龙跟贾斯汀调换位置，调换。哦。那你是倒数第二跟第三的话吗？我讲句实在话好不好？是这些人都帅到爆了，我自己到最后一个。老师，其实以后就不用办了，因为不管怎么都是法比欧第一名。对呀，怎么可以？还是说下次法比欧就不要参加，然后把对呀，不要叫他参加了。或是我们办一个黑人比赛？因为不行，因为只有法比欧是最用心在搭配的，他不像某一些美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法比欧真的超用心的，所以法比欧帅帅的哦。是的，恭喜法比欧，也谢谢各位啦，谢谢。马自强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不要太生气哦。